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要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《守护者之主》古战族资讯。刚刚很好笑的死在第二关，血量好像算错，无所谓。哦，这个关卡来讲难度是还好哦，主要是你要有一些卡牌哦，就是破防的跟那个控场的哦，这两张都要有。这次我会小力一点，刚刚因为太大力了，到第二关我根本没办法出气的。好，2000-2000让他打无所谓了，我是觉得就这样好了，直接2000-2000让他打。哦，因为2000-2000打我回得来啊，可是到下一关5000-5000打有点回不太动，尤其我加一只异界龙，回复力被拉下来了。combo 流一样，好像转太多了，不过无所谓啊。刚刚回复力有点低哦，因为卡片都是没有练的。哎呀，小力一点吧，打。因为没有练，你要处息低，相对的难度就高了。哦，尽量你要消的猪，把它弄成 一整串，因为这样combo数就会少。哦，抗魔术少的话，你只要真的不小心削到暗珠，也不至于会把它 K 死啊。目的是这样。啊，然后这时候如果自己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就是辅助的动作。哦，一来你可以辅助，二来不用担心台面上有你没办法控制的珠子乱跑这样。哦，所以我就拿着暗珠这边削来，这边控制我要排的那个。哦，因为排起来到别的关卡的时候就比较好打。哦，有点lag。哦，这个无所谓啊，反正我已经习惯了，我现在已经麻痹了。改本之后就都这样了。而且那个解放一灯的那个官方到现在还没给我回复，有点太夸张了。我已经都出满了呀，刚没有注意到。
累个成这样。撞下去不用怕，我刚死在这一关是因为我没算好血量，5948加上5886，11834，怪不得我血不够他挨啊。哦，不过他现在是两个是 CD 是分开的，所以 OK。硬的了，哼，六 combo 完全没有笑到。哦，稳扎稳打。哎呦呀，有点危险。哎呀，全体攻击。猪猪会有点多到有点夸张。哦，整排的给他关下去。哼，没笑到。目的是主要想要把那风化的消掉了，蛮碍眼。圣灵怒狮的话，就是猛打就对了。先补一点血好了。哎呀，这个台面会不会太漂亮啊？还以为我在打三十盾，开什么玩笑啊？好吧。就是奇怪为什么要开有没有？因为我懒得再去。研究到底他会不会拒绝，直接开了，我连叠珠都没看呢，有没有？直接丢了这样。反正都会拒绝，因为我决定在下一关除息地啊。息地上一下。啊，不是啊，不是那一次啊，搞错了，这个直接轰下去就对了。我是说这一次啊，看可不可以 CD 删一下 ，CD 这么 OP 就对了。
哦，边打边除息地在这边。哦，首先注意一下吸第二的哦。哼，好笑哎，真的是有点夸张哎。你要给我三尊，也不用那么夸张吧？哼，现在是要绝地逢生的 feel 就对了。要开还是得开，看起来是有点危险。哦，因为我现在回复量有点低啦。漂亮，好笑了。在这边开这个，你到底有多少绿珠啊？夸张哎！这样这一关就要磨一下 CD 了。既然你要磨 CD 的话，就是把那个没有用的珠消一消，留新珠就好。哎，靠，接出来就有消到。是怎样？现在是比杂珠多的样子没有？最机车的是还把我的新珠消掉一排，一定要这么累个吗？好笑，真的是好笑。哼，我发现我被这些虐个惨虐，真的。我们把那个音乐关掉了。应该换过来了，把音乐留着，然后音效关掉才对，这样大家就比较不会那么无聊了。不给心，然后砸住一堆，这样又来。不要太大力，小力一点，我只是要补血。我只是要补血，不要打。因为现在把我们的那个蜘蛛啊蜘蛛给磨出来，
哦，现在满血的状态就是不消毒啊，应该说新猪保留啊，不是不消毒啊。断线，没有断，没有断，看错了。哦，这一关也是可以磨啊，只是不喜欢在这一关磨。因为我刚如果顺利的话，我就不用再开那个蜘蛛了。可是他就给我卡新猪，没办法。不会吧？还有四回合。不要给我断心呢。断心就是最缺德的。哦，就蛮技能的。好吧，到下一关去好了。差一点点。不会要再磨一次吧？那就太过分了哦。哦，这个血量差不多了，可是问题是太危险了。水火没有水，有火，木消一消了。水火木都有，很好。重点是没新珠，有没有？不要卡星哦，好加载，我最怕卡星。哦，这时候就是漂亮的一个状况了。问题是很好笑的是。居然没有按住啦，有够夸张了！哦，这个血量差不多是我要的。水、木、火，哇，这个按住会不会离太远了，老大？试试看哦，三 combo，哼。好了，四 combo 还不错，死掉啊！他没死，我头痛了。他没死，我头痛了。唉，计策失败，我也 K 不掉他，这样补有点危险。我们再拖个五回合好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在这边等我，要等我五回合了没有？第二回合，
三回合。OK， 水火木，我们把那个要的珠珠弄集中一点，像木的我把它放这里有没有？啊，对哦，这样一回了，没关系啊。这两个凑起来再凑一个火就好了。水火木 ，OK， perfect。哦，第六关就 OK 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压血了，所以绝地逢生就可以开了。哦，双子，模样，哦，战略是想好了，可是用起来不是很顺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看一下叠珠，等一下，二三四，好像不是很漂亮的叠珠。好像只能这样了。一二三四 ，OK， 来吧。哦，那像这个在叠的时候，把强化珠放在你一定会消的地方上面。这样比较能够确保一击必杀。哦，这一关就很简单了，就直接开那个叫制表技，有没有？无聊可以开个异界龙弄它一下。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打多少血，有没有？哎，没转到。哦，没有，其实有空场就可以再打，再多应该是 K 掉它没有问题啊。只是蜘蛛比较保险，然后自己打自己最快了。好，哦，以上就是拖了有点久的拖台前的一个打法哈，哦，这个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哦，谢谢大家，拖台前，拜拜。